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嗱，今朝擘大眼，成日就无所事事，唔听收音机，寻晚又打爆咗个电视，着衫四围走，三点几至起身落楼，头发就一九九，着件老西又摇摇皱，有时揾我呢，就完全唔知，说话讲嘢呢，就语无伦次，等我嚟话你知，我话知你，明知故问。我系乜都唔会理，我幻想日日就乜都唔使想，坐响街边睇啲人来来去去，男男女女离离合合，山山聚聚，想要自由唔要一切负累。我要每个人开开心心，痛痛快快寻开心，偏偏又要醒翻到呢个世界，听朝又要翻工，同时间斗快。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是人是鬼，捱累仔冇晒计，如果可以停低，现世都冇所谓。可以俾我有一次，俾我有一次，冇事出翻去都出翻去。但系个现实就系、是、唔到理想，冇话理想就想，又边有半斤八两？三番四次，定系三心两意，又或系一心一意，揾出个意义。做人唔容易，每个人有一个故事。翻到呢个城市，咪又系得个数字。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自理想。个懒，我哋点样去逐年递增呢件事会系嘛？好概括啊呢个懒，因为我哋懒唔系话即系唔好误会话系我哋系诶坐喺度唔做嘢啊，好撇啊。我哋其实唔系，我哋懒嘅意思系我哋懒得理外间点样睇我哋，点样标签我哋，我哋系懒得去理啫。呢啲咁嘅评语系啊，如果人民大會堂俾我哋演出，我諗呢個世界應該又會係。如果我要上春晚咁樣嘅話，咁我諗呢個世界已經夠啦。每一個地方都想去，不過呢個地方個比較特別啲就。如果要去地方去到嘅話，即係個中國已經變得好出。係啊，大家又好有象徵意義，好強。係啊，好玩到北韓啦，真係插旗啊，真係呢個就係啊。咁我都死得面目啦。
當時的細路而家大曬，問下佢哋。係當時認為粗口有問題嘅，應該而家都可以好合法咁聽同講粗口。而家好撚難為。基本上我哋大部分創作係嚟自喺條街聽到嘅聲音，咁其實我哋就冇話加粗口，我哋係唔減我哋聽翻嚟嘅嘢啫。咁呢個係。是忠於個社會的聲音，係咯。其實你逢禮拜三、禮拜六在馬場聽得最多的啦，使乜即係你話係你已經咁講，幾時用得最好啊？粗口啊咩？你啱啱跑唔到，跑唔到入啲，跑唔入第三嗰啲咧，你就嗰啲係用得最好啦。球賽都會㗎，係啊係啊，球賽係啊都有嘅，都係用得最好。其實粗口你喺日常生活裏邊係一定會聽到咯嚇。你話有冇教壞咧？其實有啲唔係粗口都仲可能教得仲壞，仲毒係啦。其實粗口係。好像在網上看說講粗口的人的 EQ 是高一點的是他懂得分的嘛是啊是如果這個時代我們眾籌了才開始錄歌眾籌是眾籌了才錄歌是啊以前做即你會覺得即是笨柒的即是笨柒可能會比較沒那麼窮以前可能要問銀行借錢，問其他人借錢，而家就直頭喺網上邊眾籌，大家一齊搭棚，搭棚應該都歌就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咯。咁主題都係環繞下社會嘅問題咁樣，既如以往一樣，不離粗口咁多問題，大把嘢講啊，會話即係特別去 point out 一兩件事，即係我哋都會講一啲比較總括啲、貼切啲我哋自己香港人嘅事咯。咁你其實頭先嗰啲可能都會包括在內，都唔出奇，但係就唔會特登寫隻歌話俾你聽冇地方住咁樣咯，就應該就唔會。咁但係嚟緊嘅新曲都會有依啲元素喺度，因為大家嘅怨氣實在好重啊。我并唔认同你讲嘅一切一切，但我会捍卫，即使死不眼闭。并唔认为你所谓嘅需要克制会带嚟公平，肯定压倒一切。唔屈服于前辈，唔怕招费，见权贵一样招费，正义系不顾一切。唔怕揭穿虚伪，住俗世继续警世，唔会感到孤独，为自由不枉一世。我知道世事冇绝对嘅对与